我有点困扰。如果说红龙吃鸡的话，可是我又不可能连续发两个红龙吃鸡影片，真的有点困扰。这次的战术是什么呀？偷坑。我有点困扰。如果说红龙吃鸡的话，可是我又不可能连续发两个红龙吃鸡的影片，真的有点困扰。怎么大家都拿这个海盗？超会打架海盗。是配用的，好吗？其实搞不好应该要锁那个。他跟我一样抓一堆配吗？只要你不轻言放弃，就还能变得更强。我的赢面比你大。下轮我可以有一闪，然后换两张三星卡之类的。打爆炸！遇到他两次还蛮衰的。这其实是两对配，这个抓起来三合一之后，再卖掉那个三合一的牌，卷积效应会在三合一。我们可以拿一张四星卡跟一张六星卡。能量比较好，完全靠那个恩诺斯支持来赢的。龙人，爆炸！我这应该交换。差一点点，你回来了。最近过得还好吗？我的神行起来蛮勇敢的，这两家都五百级哦，不过他们也都没有三合一哦。打爆炸八到十哦，有点痛。
感超痛。三合一。应该这个、我刚刚有点贪了，虽然我贪到这一张了，不过其实应该不是最好的打法。当真，这样可以打到快速也是不简单。虽然我们也跟我们百位很贪有点关系啊。他其实还蛮强的。再会，我还蛮庆幸我选到卡雷跟红炮的。这样讲对吗？这样讲好像也怪怪的。其实这不一定要合啊。嗯，合起来还是蛮好的。
T11双卡雷带红袍，应该是蛮不科学的才对啊。那么四个三合一，100%胜利。刚好这个也很克他，这个可以吃很多飞刀手。没有升六，你还真行的。这虽然不是最强的，但肯定会全力出击。这里如果还有个战吼的话，我们可以拿两个战吼。那家伙用可观的攻击力。这边三个战吼，主要是因为有姆多之怒，所以可能值得兵。因为他有可蛮有可能有那个，蛮有可能有末日聚合体。他死了。我们很糊啦，我不怪他，我们真的蛮糊的。被我们超痛啊！他升六啊，他其实蛮有可能会死的。哦，这样我也打不到死人。我在想是不是应该买这个。要喝茶吗？斩。我见识我真正的中年之客。再会。我们真的超大。我打不到死人。双卡雷单红袍有点 OP 啊，吃鸡，这算是霸道型吃鸡吧？红袍好像变强了，是错觉吗？我是真的带很多东西上五星啊，我带一个这个胚，然后一个三合一上五星，有点像是元素让这件事情有可能发生啊，因为。资本元素的种种特性关系，后面选龙也选的不错啊。像这种纯龙阵没有末日聚合体的，或者说末日聚合体没有死亡之身的话，后期可以上鹦鹉，然后让你有一个假的红袍触发，这样，不然说那样后期是最强，或者就两个红袍啦，来这样，整战。Too long. I couldn't hold you close.